些的生活中发现科学的神奇，用实验来揭晓传言的真相。欢迎各位来到原来如此的实验现场，我是孙迅。好，首先让我们请出本场的实验主持人盛春。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场呢，我还是带领我的团队啊，把这个所有实验呈现给大家，通过这些实验来粉碎生活当中那些不实的传言。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认识一下今天的大众观察团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欢迎他们。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三位，来欢迎欢迎。今天你们的出场跟我们以前这个原来如此节目不太一样，没错，这个非常有力度，而且眼前一亮哈，这个服装颜色也很漂亮，很艳丽啊、而且看得出来他们的，你看服装都是经过这个精心的搭配的，刻意搭配了一下，没错。你们这个服装搭配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特殊的心得吗？我觉得是首先从色调上会平衡一下，然后底下是收的，我觉得会显瘦一点。哦，好了，重点在这儿，没错，显瘦啊！来，我们问问这位先生，今天你这个颜色好像很统一，对，也很艳丽。我挑颜色其实是非常用心的啊，就是你知道吗？其实像咱俩穿这种蓝色，哦，是特别挑人的。哎呦呦，是吗？对，就是说，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感觉啊，就是说。如果皮肤不像咱俩这么好的，对，我就想问你，就什么人能被这种颜色能挑？对，就是咱们俩这种、就我们这种肤色比较好的，才能穿这种比较浅色的，特别是咱们男士，真的。谢谢，我严重同意你的说法，谢谢。哎呀，夸了两个人哈。好了，那来我们看看这个最接近于模特身材的这位啊，你这身搭配是什么用意？觉得女士穿这个短装会显得人更挺拔，然后上身可能会稍微显得短一点，然后腿会更长一点，是这样考虑的。然后这个颜色呢，会显得比较抬人，肤色会显得比较。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这个三位嘉宾真是来对了哈，因为呢，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话题呀、就跟穿衣打扮有关。有请我们的三位入座。有请三位。好，今天我们现场的第一条传言就是穿衣服怎么能够显胖显瘦有关的，如何显胖显瘦？这一个显字，这个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这个显啊是一个心理的感受，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个是心理方面的专家，另一个是形象设计方面的专家。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北京大学心理系的副教授包燕，还有著名的形象顾问专家王静，欢迎两位。前面来啊，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今天我们两位专家的出场啊，这个大家所有的眼光一定会非常注意你们身上的服饰啊。我首先问问形象设计专家哈、您这身服饰确实是很亮丽。其实上场之后大家就能看到现场的一个效果啊。其实我们的身高是呈下坡的啊，所以我有先天的一个我的弱牌。所以我今天呢就用形象打一个上牌、所以我要用颜色的亮色往前抢一抢、哦、这样可能我的身高就平衡了，有一点好处。对对对，心理专家为什么都会穿得神秘一点？我的服饰可能和静老师的服饰形成一个鲜明对比、所以它是彩色，我是非彩色，那么它是亮色，我是暗色、那么这也是一种平衡吧。请你们落座来。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留言，横条显胖，竖条显瘦。哎，那么到底盛春为我们设计了什么样的实验来验证它呢？好，在开始我们今天这个横竖条显瘦的心理实验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段表演。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小宁的精彩表演啊，非常好。哎呀，你这个表演之后让我心里又进一步的自豪，为我的团队自豪。感谢大家自己期盼自己。嗯。感谢大家配合。小宁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表现啊是不存在的，是完全是我们的视觉这种错觉而造成的。假如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来我转一下这个面啊，对，看这个螺母，你看看，哎，大家看，看起来好像这个螺母是立体的哈，因为这个棍子好像很难穿过，如果它不弯曲的话。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它原来是平面的，这个棍子就是应该很容易的从这里穿过的，这就是视觉的错觉。我们在说这个穿衣服显瘦显高啊这样的传言之前呢，要验证它，首先呢我们要进行心理学的这个错觉的试验哈。那在进行试验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一点，什么是错觉？错觉是指人们对外界事物不正确的感觉或知觉，最常见的是视觉方面的错觉，而产生视错觉的原因可能与人眼的生理特点有关，也可能与我们的认知习惯和经验有关，具体的原因人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生活中的视错觉现象很多，值得注意的是，错觉现象有时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中有一段经常发生车毁人亡惨剧的魔鬼公路，科学家研究后发现，车祸中司机正是被高度差造成的视角重叠现象所欺骗，将眼前的公路和峡谷对面的公路错看成一条完整的公路，从而忽视了 U 型弯道的存在，最终导致惨剧的发生。而视错觉现象有时也可以为交通安全服务，在公路上我们看到的彩色标线就是利用人眼对颜色的视觉反差，使这些标线看起来有一种立体感，司机会误以为有物体摆放在路上，因此会刹车或减速，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留言，横条显胖，竖条显瘦，那么该用哪种错觉现象来验证它，对不对呢？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盛春为我们设计了什么样的实验呢？来，盛春。好，说得好，这个竖条显瘦，横条显胖，这个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首先呢来看一看这个横竖条的这个对比的测试。来，有请我们的这个助手小丽。在这儿啊，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木条，像这样放在这个白板上，现在哪根长哪根短？我觉得是竖的显长。竖的显长。就是凭直觉第一感觉，对不对？对。好，第二位。我被错觉骗了，是竖的长。你怎么一上来就你的错觉是什么？先告诉我。就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我心里特别明白，你知道吗？就是我知道他们俩肯定。不是你心里特别明白。我肯定现在不明白，因为我看有心理专家在这，我就知道肯定我就是来挨蒙的。但是呢，我还是被拿下了，就是我觉得还是竖长。尽管你想说横的长，对，但是你还是觉得怎么看怎么是竖的长，对不对？对，竖的比较显长。你也觉得竖的长？对对对。理由跟他一样吗？有可能是一样长，甚至这个横的更长。但是从视觉效果来讲的话，还是竖的显长。对，我们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错觉的概念，你认为是错觉在影响你的判断吗？有可能，但我觉得从视觉上会影响到我的就是竖的会显长。好，刚才现在我们大众观察团三位啊一致认为，即使有错觉，他们也相信就是竖的长。一切用实验来说话，来我们现场比对一下，大家来，来，都落到底，落到底了吗？好，好，再看一下。很明显是等长的，对对对，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不是？是。好了，那接下来呢？果然被骗了，我们果然被骗了。我们把这个话题交给我们现场的专家。为什么等长的两条线段，它会看起来这个竖着比横着要长呢？好，刚才我们演示的这是一个错觉现象，它叫菲克错觉，我们也把它叫做垂直水平错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到现在呢也没有特别完美的解释，当然
当然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那么其中呢有一种解释就认为我们的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进行水平眼动是相对容易的，而垂直眼动呢比较难，比较费力气，所以好像我们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就认为哎，这个从距离上或者从长度上垂直的线条也比水平的要长。那么后来呢有研究者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垂直的线段看起来比水平的长，这和我们视野的非对称性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在用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们通常把视野会画成一个椭圆形，我们看到的水平方向那么看到的范围要大一些，而垂直方向呢我们看到的视野要小一些，而同样长度的线段呢它就涉及到这个线段长度和视野范围的一个比例，就影响到垂直水平错觉，就是因为比例不同，那么垂直放置的时候它比例它占得比较大，所以我们认为它就比较长。这种错觉的效应能不能够也应用到衣服上让人显瘦呢？靖老师，我知道您最擅长这个了哈。其实这个竖条呢既可以显瘦还可以显高，所以竖条在形象中的应用会非常的好。而且如果用过之后可能你会发现你不用减肥了。为了配合我们现场这个实验啊，我们这个团队把服装也准备好了，来让有请靖老师，咱们这个专家来给我们指导一下。好，谢谢。这里有些服装啊，盛春看一下有没有竖条的服装。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竖条。竖条，对。那么来看一下，还有吗？哎呀，这也是，这也算吧。这也算啊。这也算啊。OK， 好。镶嵌包边的外套，哎，冬季呢？棉服无论怎么穿都会显胖，对吧？因为它的厚度非常厚啊。那么在棉服的这个两边，在衣襟的两侧，如果是镶嵌的包边的话，这样的话这件衣服就会非常的瘦。那么同样你出门的时候就会比别人显得怎么样，修瘦一点了。对，是的。看一下，通过服装面料之间的色彩的色差产生的一个竖向线条。女孩子穿裙子一定知道公主线。什么线？什么线？公主线。公主线，公主线应该在王子旁边吧？公主线真是给我们普及常识了。没错，这个地方下去的那两条线不但是可以把衣服做得非常合体，因为它开片会比较多，前后是一共六片，那么同时还可以增加两条竖线线条，前面两条，后面两条，没错，所以也是竖向线条。那么还有什么呢？我有吗？这绝对是无心插柳。你本来身上是没线的，但是你把拉链拉开了，对，就变成了两个公主加王子。对，我们俩刚才都试了半天，我本来想拉着衣服的，后来越拉越胖。然后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不小心的符合了我们老师说的这个原理。没错，真是。这里他其实说到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穿衣话题啊，就是我们在着装的时候，我这里准备了一套服装，大家看一下。里边是一身的白色的打底，然后加一个衣服啊，记住这个衣服千万不要把扣子系上，一定要是开口穿，这叫开衫，一定要两个颜色嘛，里外两个颜色不一样，不一样，而且一定一个浅一个深，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一条竖向线条，那么一定要解开扣子的时候才会产生一条竖向线条，这个时候也会显瘦。其实这就是我们有些胖人可以尽可能多的去穿开衫，而且一定要开衫。开着穿，不要系扣。还有就是通过搭配实现的。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黑色的衣服上，这是我们一件黑色的衣服，我们在穿黑色衣服的时候搭条丝巾，我们就会发现它会增加一条竖向线条这就是我们平常在着装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多的用竖向线条。好，谢谢靖老师。单根或者是少量的竖线条在衣服上呢可以显瘦，当我们的衣服上出现密密麻麻的竖条时是否还能显瘦呢？来，盛春。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们的实验团队非常让我钦佩的就是他们不仅仅可以做这个实验模具啊，而且连裙子都能做。大家看这三套裙子都已经做好了，小宁，你又进一大步啊！是来，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穿的一身黑，尤其这个身材比较胖的人特别喜欢穿这样，说这样我就瘦了啊。大家看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裙子想看吗？好，非常期待。我以为我们女士会比你期待的更多一点的，没想到你更主动啊。来，你看啊，现在啊这个裙子
来，看第二个。第二个这个裙子呢，它中间有一条线。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这个现场的专家给我们解释的啊，加了一个竖线条之后，我们再比对一下纯黑的和加了一个竖线条之后，这两个哪个身材更好一些？我觉得中间加白条的更好。果然好，你希望得到这样一件裙子吗？如果送我就要。那刚才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是在同一个模板下拿下来的，实际上他们的大小是一样的，这就相当于我们不变的身材一样，对不对？但换了衣服就显得瘦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种，如果竖条再多了之后会什么效果？呈现一下。哇哇，来，有点眼花缭乱哈。这个哪一个最瘦？这直接就晕倒了，这直接就晕了，这不行，这。就是扑面而来的线条，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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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感觉这个体积一下就冲过来了，就一下胖了不少。通过刚刚这个演示呢，我们也发现，你看这个竖条呢，一两根会显瘦，但是呢多了反而会显得胖，是不是？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样吧，我觉得包教授上场跟我们解释一下，会更加的直观呢。好的，好，欢迎包教授。好，欢迎您包教授来。一条线还是多条线？那么到底哪一个显胖显瘦的问题？它和心理学里面所提到的一种错觉有关。我们看左边和右边，间距是完全相等的，然后在左边呢再用一些平行的竖线条把它均匀的切割一下，几个竖线条切割开，对，左边就会显宽了。那么我们进到一个房间里也一样，如果走到一间房间里没有家具，空荡荡的，我们会觉得房间很小。而放满了家具以后呢，我们会觉得房间很大，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来看同样的一条线段，我们左边它一分为二，这个时候呢，你们说左边和右边看起来觉得 BC 更宽一点，对，感觉 AB 好像变窄了，对，所以 AB 就变窄了，这是和我们刚才演示的这种一条的连衣裙，那么我们看起来人变瘦了，那么多条呢，人就变变胖了。现在呢，有人把这两种效应合在一起，都叫做欧佩尔昆特错觉。这个竖条呢，一两根会显瘦，但是呢，多了反而会显得胖，是不是？那这个实验是不是可以证明其实这个显瘦的效果哈，不光跟它是不是竖条有关，而且呢，还跟这个条数这个数量有关。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咱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咱们的专家哈。都知道竖条线条显瘦，但是真的所有的竖条线条都显瘦吗？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数量在三条以内的就会显瘦，超过三条以上的就不一定了。对，怪不得刚刚看这个连衣裙，那么越多反而越胖。所以的话，在着装中一定要控制好数量，才能真正的显瘦。所以是三条以内会显瘦。对, 对, 对，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好，这个盛春今天也穿竖向线条了。能感觉到他的竖向线条的存在吗？有几条？有，眯眼睛看，他好像有无数条，有三条吧。他身上一共有两条竖向线条，两，一个是左胳膊，一个是右胳膊。我也有两条啊。对，你看啊，我正想说，那么您也是穿的蓝色，但是您的那个竖向线条就没有他明显，就是同样是人，为什么区别那么大呢？对，因为他的那个那个他的裤装啊，他的裤装的背带的颜色和他的蓝色的衣服的颜色的深浅度没有脱开。如果他穿的很白的，纯白的 ，OK， 多两条竖向线条；黑的也会多两条竖向线条。所以今天盛春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显瘦的服装。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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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听了这个静老师刚刚的解释啊，相信三位应该对竖条怎么样显瘦应该有了一个这个大概的想法了。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刚才就是咱们一直在说这个竖条的显瘦，是吧？那就那话外音就是这横条它显胖啊，是不是？这横条它要是显胖，那它是不是也存在这问题？就是说我来个二十多条横条，是不是我也能显瘦？我也瘦了啊，是不是这个问题提的太好了哈？盛春听到我们这边的疑问了吗？是不是很专业？那这样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实验，我们做了一半，还用这个道具来把它展示给大家。刚才我们做的是这个竖条哈，现在我们来看横条。我们看啊，这两个板子 A 到 B 之间它们的距离都是一样的，没错吧？
那这边的横条会多一点，这边的横条会少一点。那现在我们问大庭观察团，从你们的视觉上判断，这两个哪一个长一点，哪一个显高一点？是条数多的显高显长。从视觉上，对不对？对，大家都是这么认为。其实我们这位先生，你应该太有发言权了。你看你自己的衣服，所以我就是怕你说我，所以我就往后躲，还是没躲得过去。对，我觉得有不同意见吗？没有意见，就横条的还是横条多的是比较显瘦的。对，那横条少的呢，就显得好像距离短了一些。对，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断，这个横条越少，就会显得人比较矮比较胖一些，那横条越多呢，就会显得人比较修长挺拔一些呢？三位是不是能够接受他的这个推论呢？横条少显胖，这个以前知道听说，但是说横条多显瘦，这还头一回听说，是吧？对，那这样吧，我想盛春，是不是我们刚刚用竖条的时候呢，是有三个裙子的模型，我们现在是不是同样可以用有横条的这个裙子的模型，这样是不是更有说服力？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三个模特啊，他们这个模样身材呢长得都是一样啊，唯一这个连衣裙呢穿的不太一样，尤其他这个横条，这个是呢是比较密的，横条也比较多，这个呢相对要宽一些少一些，这个就更少一些更宽一些，那哪一个看起来显得更高更苗条一些呢？横条多的。哦，那边马上就有答案了，横条多的，您觉得是显瘦还是显胖？显瘦是最瘦的是吗？对，哦，那哪个最胖呢？我当然是那横条少的会显胖一点了。你看，的确是好像横条多的就显瘦，最少的最显胖。横条呢，它有没有一个数？就是说，哎，两条半或者什么四条，是吧？这要这么一数以后，我这个对这个呢，咱们还是得请教一下静老师哈。这个条数多少条横条是最显瘦的？横条显胖的原则也是数量。嗯，那么到底多少条呢？其实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横条衣服特别多，特别的多。那么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概率和定律。那么大概这个横条的宽度大概2.5厘米以内，要窄于2.5厘米以内，而且条数一定要到20条以上。啊，20条以上，这个横条所处于的区域必须是一个长方形。不能是一个正方形，所以说它的宽必须得短于它的这个高。对，只有这三个条件达到的时候才会显瘦。所以我想说，你今天做的特别好。第一，你本身的横条就很显瘦。第二，你还把它做了开衫处理。对。所以当你套了那个蓝色外套的时候，你的那个横条就成了很长脖子下面这一部分了，就变得又瘦又长了。太成功了。那这样说来呢，我们今天的实验结论就是哈，竖条一两根时会显瘦，多了呢会显胖，但是横条呢得多到20根以上，而且呢宽度必须是在2.5厘米以下才会显瘦，大家是否认可这个观点？我就没亲身体验过，我觉得还不是这么回事儿，还不是这么回事儿。对，我就觉得还是细，它那个横纹还是显胖，别管它多少条。所以说，我觉得确实这样，我这光被盛春哥忽悠了，他一说咱就信，一说老师一说就对，是吧？咱就信了。咱们代表观众啊，毕竟就是都是一样的，完全标准的。对，我太喜欢我们今天的大众观察团，他们非常具有这科学素养的这个一个团队啊，因为他们有质疑，而不是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对所有的权威都有这个挑战的精神，这是很好的一点的表现啊。其实刚才他们在说什么呢？说我们在纸上谈兵，对不对？我们所有都是在说理论，然后给你看图片，那真穿到真人身上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说实话，我们的团队也准备好了，裙子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对我们质疑最严重的哪位，要不要亲自来试一下？那我试吧。好，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来。这两套裙子，一个是横条的，一个是竖条的。那现在呢，麻烦您在现场啊，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更衣室，你去换一下。对，就是你换好了衣服之后呢，我们再定一个点，用同一台摄像机分别拍下你。两个图片放在大屏幕上一对比，就知道这两个服装哪一个你显得更瘦一些。好不好？好，没问题。
好，我们先鼓励他来。好。好了，现在呢，这个小孙啊，这个服装已经换好了，我们应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登场。嗯。哎呦，你看这几步走的确实非常有模特气质啊。小孙，你看这地上有个黑点，就站在这个位置，面向这台机器，然后做几个你平时最擅长和最自信的 pose。我们再次请出小孙来。欢迎一下，再站在同一点上，面对同一台摄像机，继续摆出你自信的 pose。好了，那过一会儿呢，我们可以通过大屏幕来比照一下小孙穿不同的衣服，一个是横条，一个竖条，这两个哪个看起来更好一点？小孙，回到你的座位上。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当中的对比效果。好了，三位有什么感受？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横条的这个显得更瘦一点。可能单看这个竖条还是对还 OK 哈。对对，挺好的，再一比就不行了。对对，您呢？我意见一样，意见一样。对，看来这个眼见为实哈，两个一对比之后，我们会发现还是横条纹多的这一件穿在小孙身上会更加显瘦显身材。好，你看同样的细条衣服，横条多呢会显瘦，竖条多呢反而会显胖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实验结论啊，就是无论是横条还是竖条，这个显胖显瘦呢，跟它的条数还有关系。横条显胖，竖条显瘦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虽然横条数量较少时会显胖，但当横条足够细且数量足够多时，是可以显瘦的。而竖条一两根时很显瘦，多于三根以上时反而会显胖。好了，接下来呢要提出我们的第二条传言了。来，这条传言呢大家肯定会觉得很熟悉哈，那就是黑色显瘦。盛春，你有没有什么实验能够来帮我们验证一下这条传言呢？接下来我们用这科学实验来验证一下黑色显瘦是不是所谓的安全色，是不是真的有科学道理的。我们的实验团队已经准备好了这实验的模具哈，这是两个标准的板子。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准备一块黑色一块白色的板子来摆在它们中间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是摆放的一块白色的板子，用这个灰色的做背景啊，这看起来比较清楚一些哈。接下来我们再摆一块黑色的板子。好，好，好，三位观察员，你们看一下这两个板子的大小是不是一样？这样看是差不多的。嗯、差不多。对。男士。我觉得很明显，白的那边显大呀、啊，这边显小啊。哦。嗯。你觉得黑色的显小，白色的显大？我觉得可能大小还是一样的。嗯。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白色可能要显得略微的大一些。我也跟大家一块做实验啊，从视觉上感觉，嗯，肯定是白的大一些。嗯，其实你们看大小先不看，看一下板子，嗯，白色有没有突出的感觉，黑色有没有陷进去的感觉？就一个是洞，这个肯定是有的。就一个是盒子的洞，嗯，对，一个是盒子的底儿封着口呢，对吧？嗯，所以呢，你发现黑色有我后退的感觉，嗯，白色有前进的感觉，对，近大远小，近大远小。再仔细看，白色就大，黑色就小。再仔细看一下。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到底哪一个大，哪一个小呢？嗯，就放在这里就可以了，直接放。哦，重合了。其实不用比，大家也知道，它俩一定是肯定是一样一样大的、嗯，对不对？是的。但只是从视觉上，我们会有一种视觉差。接下来我们可以请专家来进一步的解释一下。白色呢，通常是会拉近，嗯，我们和它的距离。嗯。黑色呢，会显得比较远一些。啊、哦。那么这是颜色和距离，嗯，那么发生了一种联想。那么同时颜色呢，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它还和明度有关。我们知道在。在夜晚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非常亮的一颗星后面有一颗暗的星，你总会觉得亮的星更大一些，所以就是这个明亮程度它也会和大小产生联想、嗯、那么刚才这个白色就是一样，所以因为它也更亮、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就更大，黑色呢更暗，看起来呢就小一些小，所以黑色呢通常叫做收缩色，收缩色，黑色它收缩起来会
略微使这个物体变得小一些，那显小是不是就是显瘦呢？我想问一下静老师哈。黑色会收缩，收缩之后呢，你肯定会显得瘦一些，嗯，比同样穿白色衣服要显得瘦一些，嗯，但有一点，左右啊，我们肯定是胖嘛，就是左右比较宽，那么你左右缩进去了，那么上下也会缩进去，也就缩瘦的变瘦的同时还会变矮，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对，嗯，所以胖而矮的朋友可能就会解决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显瘦，但是会发现他的身高还是很。对，更小了，对啊，所以这个呢，可能在着装中呢，还是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不是所有的人群，所以这个安全呢，要画个引号。嗯。刚才的这个话题呢，让我想到了心理学中的另外一种错觉，嗯，因为黑色是收缩色，嗯，所以它会在显瘦的同时让人显矮，嗯，那么就要需要利用其他的元素如何显高。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心理学中有一种错觉叫密勒莱耶错觉，就是同样的两条竖线，一条竖线呢两边加上一个箭头，另外一条竖线呢把那个箭头的方向反转一下，就像一个 V 字形一样，加上以后这两条竖线看起来马上就不一样长了，加了 V 字领的那条竖线它就会变得很长，嗯，所以我今天穿的一身黑衣服，我想可能来，我们站起来为大家展示一下，我这是一身黑衣服，对，但是为了显高呢，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我知道如何显瘦显高，嗯，那么我用了几个扣子，大家看这两个扣子，它是不等宽的哈，对，是不等宽的，嗯，所以它有一种向上延展的这种视觉效果，所以呢它在显瘦的同时呢，我想也会有一种显高的效果。黑色呢可以显瘦，但是呢也显矮，那高个子朋友是不是就可以穿黑色？其实我一开始就讲了，黑色显瘦这个是绝对的，嗯啊，那么黑色衣服确实好用，那么在衣橱里太多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你今天换衣服了，但别人看起来是一样，都一样，对对对，就没有新鲜感，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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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所以还要适当的增加一点，对，还要适当的增加点有彩色。其实你已经买了很多黑色衣服了，你不妨做一些尝试。我不能都扔了，这99%啊。对，比如说你有个黑色的夹克，那么里面呢，你就穿一个红色、蓝色、绿色都可以，那么还像您今天一样开着穿，你就显瘦了，拉出了竖向的线条，竖向线条，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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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如果你有黑色的打底衣服 ，T 恤加裤子，您穿一身，外面加一个开衫也可以，或者全身的黑加一条丝巾，也是竖向线条，这样你的衣橱里就增加了非常多的新鲜元素了，这样你的衣橱，哎，你发现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已经有新鲜的感觉了，焕然一新了，是的，对。黑色显瘦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黑色显瘦的同时还会显矮，高个儿的人更适合穿黑色衣服来显瘦。好了，下面这个传言呢跟显高有关系哈，现在呢主要流传着两种传言，一个是穿短上衣会显高，另外一个呢就是穿这个高腰的裤子或者裙子会显高。那么其实啊，这两种说法可以总结成一条，就是衣服的这个上下分割线越高会越显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留言了。为了证实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盛春，你有什么实验吗？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理，可能观众可能都觉得有点累了啊。那这时候咱们换一个思路啊，我们给大家变一个魔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请出一个年轻的魔术师星辰来为大家表演，来欢迎一下。
那个逢年过节的，其实现在想学魔术的人太多了。今天咱们现场也来了这么多，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好奇心，想不想跟这星辰学两招？想，特别想。嗯。因为呢，刚才我变的魔术有点复杂，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简单点，太好了。我这儿呢就有这么四张尖儿。四个 A 啊。四个 A， 对，四个 A。两张红的，两张黑的，把它对一下。嗯。现在呢，冲里的是什么颜色？是红的。红色。冲外的。黑的。是黑的。嗯嗯。冲里。红的。冲外。黑的。这样啊，其实魔术师呢，有的时候啊，为什么叫魔术师？嗯。因为他哪儿哪儿都很神奇。哦。也许他的一口气，嗯，就会跟人家不一样。好，我们再重复一下，冲里的是红，冲外的是黑。好的，请看好，一、二、三。咦咦，哎，谢谢。现在冲里的是黑色的，冲外色的红色。你看，我刚才跟大家说魔术师很神奇的呼吸，那么在吹的时候，其实吹是一个障眼法。嗯，在吹的时候，两个手把它互换，调过来。哦，就这样。很简单。哎，我来了，我试一下试一下，都一样吗？哈，那魔术师的气息是很模糊的，不是，是很具有魔力的哈。那接下来呢，我就用一口气，然后把它变过来，好不好？来看。怎么样？不错，怎么样？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吧？非常感谢星辰，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刚才呢，魔术师星辰给我们讲的非常好，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他却用一个障眼法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其实完全我们可以看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会视而不见呢？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错觉现象，北大心理系的包燕老师提前在场外给记者进行了一次心理实验。我现在要你看的这个小片呢，啊、会有两个球队，一队呢穿白色运动服，一队穿黑色运动服。那你的任务呢，就是数穿白色运动服的这个球队他们传球的次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实际上十五次。你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错过了两次，那你现在再看一遍，那像看电影一样看这段录像，然后你告诉我会有没有意外的发现。哦，哎，画面里面走进了一个新穿着大猩猩服装的人，刚才我就没有注意到，这边看到了。哎，包教授，为什么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我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猩猩？为什么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一下就注意到这个猩猩了呢？通常情况下，一个心意的刺激，那么它进入画面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捕获你的注意，就像这个穿着大猩猩服装的人。而且他跑到画面的中间，他还做了一个怪动作，非常显眼。对，做了一个怪动作，所以这是一个心意刺激。正常情况下他会捕获你的注意，所以你会直觉到了。而第一次看录像你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我让你干了一件任务，就是你要数白队传球的次数。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觉得这个注意我不要出错啊，所以你就把你所有的注意资源都用在这项主任务上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专注于某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眼前的其他事情那么觉察不到了。这种现象呢，它与我们的选择性注意有关。嗯，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视觉系统不可能同时对进入我们眼睛的大量信息进行并行加工，所以它就要选择一部分重要的信息优先加工，这就是选择性注意。魔术师就非常善于利用注意的选择性，有意地操纵观众的注视点。通常他们会简单地用手指向某处，或者是吹口气等，把观众的注意力从关键的动作上移开，使观众对眼皮底下的秘密视而不见，只看到魔术惊人的结果。我们注意是有选择的，那现在我们可以联想一下，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注意选择的特性来作为我们穿衣方面
让自己的身材显得更加苗条、更加高挑呢？我们实验团队呢，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又准备了四个实验的模型，大家看。这是一个同样身材，等于说同一个人模特啊，穿着这个同样颜色的衣服。那我们准备了四种不同的配饰，一种呢是鞋子，还有一种呢是蕾丝花边，还有一种呢是腰带，再有一种呢就是胸花。然后我们把它搭配到模特的身上，你们会看到哪一个更显得他的身材更修长？来试一下，首先是鞋子，哎，让这个本身灰色的套装呢，多了一点颜色，加了一点蕾丝花边，然后接下来呢，第三个我们再给它加上腰带，腰带，好，第四个我们再给它加上胸花，好，所有的配饰都已经齐了，各位重新审视一下这四个模特，原来本身是一样的模特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来，先说吧，你先来，我觉得就是那个戴胸花那个。我个人觉得胸花项链那个是吗？对对对，可能是因为它的位置在上边，然后让人产生的视觉效果会随着它的那个位置而往上升的那个感觉。男士，我跟他刚好相反，是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视觉注意力啊，一下给你抓到脚上了，你不由自主的看这人，你一眼先看见脚了，然后你再然后再一抬头，这立马就长了。小李的意思啊，他看女性的视角不太一样，他是先看鞋，然后走过去之后，一直走到鞋跟前，突然一抬头，好高啊！你觉得呢？我觉得是那个戴项链的显高，就是戴这个胸花项链的哈。对，就是往上走了感觉。对。好的，我们三位嘉宾的这个意见不太一样哈。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靳老师哈，形象中并不是在生活中并不是从头到脚去审视一番，而是被他形象中的亮点所吸引。如果在工作单位我们今天没有穿亮点，就身上没有亮点，我们说你很难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你会被淹没的，因为大家没有注视到你。当你有亮点的时候，你一定会脱颖而出的，而这个亮点越高，别人会越抬头看你，同时你会发现当别人仰头看你的时候，你的个子也会慢慢的变高。其实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啊，比如说啊，我们的亮点可以在脖子部分戴项链，对吧，可以在肩上有一个泡泡袖，对，也可以在腰上戴一个腰带，对不对？当然越高越好，但有一点，你会发现你腰粗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漂亮的腰带呢？就是在你形象亮点出现的时候，一定是你的优势部分，而不是你的劣势部分。对，我比如在头顶上戴一个戴一朵头花，是不是也会显得高一点？那是最好，因为没人比你更高了。所以在最高级别，我们经常会发现，在国外有一些宴会的时候，很多贵族会戴帽子。很讲究戴帽子，那么对他的身材的拔高效果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个亮点呢，就是能够吸引和转移人的注意力的地方，而这个高腰呢，可以将人的注意力往上提，这个分割线在上面，就感觉好像从这个视觉上看，这个人腿长了，所以显高了。但是光这样从理论上来讲哈，还不是特别的有说服力。我觉得盛春是不是还有什么更加直观的实验能够让我们来看一下呢？来，好，有请。我们本来说让我这个实验团队把这两个裙子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可以了，没想到有活生生的模特啊。靳女士把自己的这个团队也带来了，我们现场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一定是就是这个高线稍腰线稍高一点的这个女孩子，她高一点瘦一点，白色衣服相间比较长的那个，你会恍惚的，就是你会被视错引导，你会以为腰线下移了。对，其实他的腰线是很好的，这个收腰是非常到位置，就正好在位置上的。但是因为颜色卡对，一直卡在臀部了，所以你会觉得上身拉长了，上身长下身就变短了。对，所以低腰款的服装会有拉伸上半身的一个效果，尤其是胯裤、胯裙，这样就可能会这个没有那么美观了哈。对，会显得上半身长了，然后就会压低下半身，腿就会显得短，显短了。对，那您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做一个调整？对，能不能整就一下？一些手段可以。好，我们现场呢就请这个靳女士啊来帮我们调整一下。好，
谢谢啊。嗯。那么我现在拿两条丝巾啊，一条是粉红色的，一条是红色的。那么要选择哪一条？选择这个红色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跟下面这个红色的颜色怎么样？一样，哎，一样。接近。那么接下来我们拿这个红色的丝巾给它做一个小小的改善。来，我帮您，我帮您。哎，好，谢谢。那么把它披在肩上。哎呦，这手真够巧的了啊！就这两下，我从来搭围巾都是这样系一下，您居然可以打出一朵花来，哎，好像在飞机上见过。怎么样？有没有比刚才我们做一个画面的剪切，你会发现比现在比刚才要高一些，好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你的眼睛已经从这条线延伸到这条线了，注意力提升了，提升了。然后上下的颜色一定有连贯性，才会产生这种效果。太棒了，太棒了。同样的效果，它这件衣服还可以变得比现在更高。又加了一朵胸花。你发现它会比刚才更高，因为它的视线也从腰部提升到了胸部。这一个小小的调整，我突然觉得他们两个人一下就挺拔起来了。没错。然后我就下来了。而且这我还特别留了一条长长的，跟我刚开始一个环节，竖向线条显得瘦高，瘦高，多一条线条。啊。对。棒极了。谢谢，非常感谢。谢谢金老师。明显的可以看出呢，就是穿这个高腰的这个模特看起来要高一些，那么是不是说就越高越好呢？它有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标准范围呢？静老师，这里就出现了我们非常多的提到的一个话题，叫黄金分割。你要保证你的这个分割线到黄金点上会很美，就是1:1.618。我们都知道这个维纳斯非常的美，美在哪里？它的腰。准确的说是肚脐，它的肚脐正好是上三下五，就是黄金分割。啊，上三下五。对，上三下五就是一个黄金分割。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就是摸一摸你的肚脐跟腰是不是在一起？肚脐跟腰是啊，是在一起吗？一条线上吗？好像是哎。就你是我摸到我的肚脐了，但腰不知道在哪儿。对，我也真的不知道腰在哪里吗？找不着腰，我胯以上啊。折一下。啊，对，左右折一下，前后也可以折。啊，左右折的话会有个折痕，就是、哎、好像在一条线上，是在一条线上。OK， 有在一条线上的吗？对，没有在一条线上的。我不是。您在一条线上吗？你略高一点。您呢？我感觉好像是平的，是平的。一条线。OK 啊，有高的有低的。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在我们穿衣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穿裙装的时候，那个腰线。正好在腰位，就是我这个收腰的地方正好在腰上，这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的肚脐跟腰齐平的，说明你的腰线非常的标准。明白。就是上三下五基本上可以达到了。你穿衣服的时候就可以穿标准腰长的服装，很好看。但如果你的肚脐在上或者在下就没有跟腰线齐平，说明你的腰低了或者高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调整你的穿衣了。比如说你的腰肚脐在腰上，说明你腰靠下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穿衣服的时候就得穿高腰的服装啊，衣服的腰线要高于你实际的腰线。这个时候就非常感谢这个我们的专家啊，不仅告诉我们怎么穿衣服，还帮我们找到腰到底在哪里。谢谢。对，这也回答了你刚刚的为什么高腰裤低腰裤它都有市场。对，这个问题哈。高腰服装显高的说法是正确的，但腰线过高时虽然显高，但并不美，因为只要腰线的位置接近人体的黄金比例0:6:1时，才会让身材更美。本身腰线低的人可以穿高腰服装来显高或者是修正身材。好，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做这样一个短上衣的实验啊！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两个模型都已经准备好了，同样是一个模特，穿的是深蓝色的连衣裙。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她配上短上衣。来，小林，我们共同来做。好，尽量一边高啊，再配另一件。你别说，让两个大男人做这样的事儿，
我们还真的是挺心甘情愿的。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上衣长一点，一个上衣短一点，那配起来之后，他们俩又站在一块儿，你们觉得哪个看起来身材显得更修长一些？就是那个短衣服的显得更高一些哈。对对对，我们第三位。对，我觉得从这两张图来比较的话是这样，但是我有一个其他的想法啊，就是说这还得因人而异。如果就是说人的臀部它过宽的话，它如果穿短款的话，会突出它的那个劣势。有这么一个。我打断一下，我看您今天好像就跟我们模特的配饰非常相像，没错。您能不能站起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或者站在模特的身边？对。好的，也是一个比较短的上衣哈。您也想？对，来，好，我们欢迎金老师。你也站在我们模特旁边。我想说一下亮点显高的问题啊。我刚才说过，就是我们的亮点一定要出现在优势部分。这件衣服的分割线就会出现在衣服红色衣服跟黑色衣服的交接处。懂我的意思？对对对。如果这个时候在远处看，你的亮点就会出现这样一个臀部的勾勒的线条。如果你的臀很大的时候，这个勾勒的线条正好在臀部，会让人注意到臀部，显得更大。确实是。对，他的担心是对的。所以这个衣长是这样子的哦。一个臀宽的人，宽臀的人绝对不能衣长在他的臀位线，要让过臀部。那么短于臀部以上，比如说腰对一半让过，或者是包过臀。包臀到下面。好，谢谢两位，谢谢。好，谢谢谢谢。现身说法非常精彩。短上衣显高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臀部过宽的人为了不凸显臀部缺点，所穿短上衣的底边要高于或者是低于臀位线。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现场的两位专家，包括我们的大众观察团的成员哈，他们通过现场的实力啊，包括演示啊，给我们通过色彩也好、线条也好，还是这个配饰也好，告诉我们如何穿衣才让我们的身材显得更加修长、更加漂亮。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能够穿出质量，穿得更漂亮。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原来如此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和我们的专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生活中的那些传言啊，原来如此。再见。